继续关注专精特新制造强国系列节目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锯子是工业切割当中最常见的工具，但是您见过能够开矿山、能切石头的锯子吗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湖北宜昌一家金刚石锯片机体制造企业，一起来见识这家企业的开山锯石神器。白崖山是国内最大的花岗岩矿山之一，一台台巨大的岩石锯正在作业，坚硬的花岗岩很快被切割成不同尺寸。圆形锯片的直径有 4.8 米，边缘焊接了无数个金刚石锯齿，让它在锯切花岗岩时显得格外轻松。说到石材矿山的这种开发了，原来谷类啊是一种打眼放炮的这么一种方式，它的承载力很低，这个大概只有10%左右。试一下的90%的这种石材资源呢就浪费了。那么近几年呢，通过我们的研究开发，就这个超大型矿山锯片承载力啊提高到90%。生产出这样超大直径的锯片机体，需要突破钢板轧制极限，并且采用整板钢片热处理加工方式，同时对产品的校频技术要求极高。你看这里，这里个包，那里个包，通过校频技术啊，使得产品在切割过程当中，一个不注偏摆过大而造成的切不下去，严重情况下呢造成锯片的撕裂。工人呢技师啊没有3到6年呢一般呢掌握到这种技巧。从2.2米到3.6米再到4.8米，不断长大的巨型锯片见证着这家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创新的不断突破。他们还在研究为锯片穿上耐磨涂层的秘密外衣，来延长锯片的使用寿命。我们俗称它叫黑金刚，原来的普通锯片啊，它的使用寿命一般在1个月，现在可以提高到2个月。经过30多年的经营，黑旋风锯业在细分领域不断突破创新天花板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金刚石锯片机体专业制造商，年产量达800多万片，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。本期专精特新绝活，开山锯石精准切割，让石材开采告别火与炸药的时代。30年打磨一锯片，自主创新成就细分行业领头羊。